只剩下几次的比赛，我现在就是要蓝队赢，我不想再输了。既然都付出这么多时间了，我们当然是想要总冠军。不能辜负皮克教练对我们的指导，好，要拿到总冠军好不好？好，准备了，蓝队，不入无限，远大无限，蓝队进步。记者，你们的期待是什么？为自己拼一次，好不好？这只是一个比赛，但是是大家的人生啊！这就是比赛，这就是战斗啊！哦，比赛开始，红队天哪，超占上风，蓝队已经有人吹不倒地。只剩下几次的比赛，我现在就是要蓝队赢，我不想再输了。既然都付出这么多时间了，我们当然是想要总冠军。去比拉瓦声响起，第二场比赛开始。撑起来，坚强撑！自己内心的渴望要带出来，不能辜负皮克教练对我们的指导。好，要拿到总冠军好不好？好，准备了，蓝队，不入无限，远大无限，蓝队进步。第一秒。那个藤球嘛，马来西亚蛮出名的一个运动，这个一定要上场吧，这个我们的东西哎。我先想一个稳球，哇，漂亮的杀球，非常非常挫折，会踢足球和会踢藤球，这是两件事情，蛮有难度的，不是三四天可以练起来。来了，先顶高过网，再被顶，输人不输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听啊！快啊！